这一年，2017年，滑鼠右键自动分析怎么做？滑鼠右键点选你要看的这一年。第二，请点分析。第三，说明增加的情形。三个动作，它就直接告诉你答案了。包含刚刚第五位同学讲的成长率，而且还不止这些。首先，成长率在这边。2016到2017年的销售成长率29.4%，厉不厉害？直接告诉你答案，你连算都不用算。请问你，Excel 你要是去算，一定算得出来，对不对？可是你有可能会算错，他这边就直接告诉你了。接下来，他还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资讯，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是学那个国贸或企管，我看了。大家背景，你绝对知道那个财务公报，它规定就是绿色是代表什么？成长，红色赤字代表负值。所以在这边，你有没有发现，成长最多的、成长最多的跟最少的，这边负成长最多的是这一个。好，不过这是针对销售额的产品编号来去做的分析。再来，这边可以看到谁在增加？产品名称，这个产品名称在增加。再来，他告诉我们说，所有针对各年的订单编号都是在下降中。那这些是什么意思呢？等稍后晚一点我再告诉你。尤其你看这边，以销售额跟城市。哪个城市成长最多？他告诉我们是这个城市。再来就是哪一州成长最多？加州。听得懂吗？以前你拿到资料，他现在自动帮你分析出来这些，你觉得老板想不想知道的事？老板非常想知道的事，他知道加州销售最高。所以他是不是应该请加州的，例如说区域经理过来去看看，说别州为什么销售不好？好，提供给你们参考。那请问黄色是什么意思？黄色就是那些其他。举例来说，我们总共有几州？有49州，49州其中。加州成长最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它只放五州，一二三四五，五州，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的就是其他州，其他44州的总和，其他44州的总和才这样子。你看。加州都比其他44州加起来还要多，而且多九十亿，43、34，多9000。好，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可以吗？然后这边他说，针对所有的销售顾客类型，以这种顾客最多。你看，帮我们销售针对地区别。居然这家公司西部跟东部来做比较，西部卖得比较好。以上这就是自动分析，可以吗？你只画了一张很基本的，连请问 Excel 这张图应该也会画吧？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它就直接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请你们用滑鼠右键点选2018年，它不是也成长吗？好，滑鼠右键，然后接下来请二分析，三说明增加的情形，请点它，画面还给各位。这些图只能抓图，用 print screen。这些图建议各位自己要会画，
因为当你换资料的时候，你就整个直接换完了，或你增加资料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产生变化。因为我们是视觉化，既然是视觉化的话，建议各位一定要记得做所谓视觉化的效果。如何做视觉化的效果？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个地方 0.5 个百万跟什么 0.6 个百万 0.7 个百万，有看到这件事吗？好，通常我们做视觉化，我们会增加一条分析的趋势线或者是平均线。这个平均线大概落在什么位置？好，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呈现出来。可是最重要的重点，最重要的重点是57万。所谓视觉化的话，就是希望说大于57万的数值要变色，听得懂吗？大于57万要变色，而且请问这个变色要自动变色。假设万一你喂给他2021年的资料，你希望说它变成依照你的格式设定来变色，所以如何自动设定？在这里，格式一，点选格式哦。我之所以要这条线，主要就是在讲知道57万这件事。好，二，资料色彩这边。麻烦请点这个 function。接下来我依据什么来去做设定？格式化依据规则。什么规则呢？如果值大于或等于多少数值里面的57万，然后小于，好看你要设多少，例如说100万好了，给它什么颜色？给它，例如说我给它绿色。可以吗？这应该不要给它红色，你给它红色老板会觉得蛮奇怪的。好，确定。那这里这个全部显示也可以做，可是它为什么没有设定57万，大于57万，小于100万。我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设定方式一定会成功。这边格式，然后资料色彩，然后麻烦请设定2017年是制定颜色的绿色，2018年绿色。我觉得刚刚这边应该没有设定成功，这等一下我再去看一下为什么没有。哦，这边是计算次数，我应该是针对销售额的总和。应该这样就对了。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说，如果你手动设定这两个颜色，它不会修改。到时候假设它值变少了，它不会变色。
只有设定这边才会变色。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变色这件事。我再重新讲一下这一块。这一块的做法就是说，刚刚这个地方这个格式针对资料色彩，我先还原成预设。还原成预设就是我什么都没设定。好，那接下来这边这个预设色彩，我希望大于55万以上它要自动帮我变色。这里面只要有大于55万自动变色。所以怎么做呢？可以用这里面格式，视觉效果的格式，然后请找到资料色彩，资料色彩这边预设色彩，请点 FX。 接下来我要把它设为规则，规则然后请依据什么栏位，我当然是依据销售额的加总，所以销售额因为它是数值，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它会预设是用销售额的总和，然后摘要是加总。那如果值大于或等于，要把它改成数值，大于或等于55万，小于数值100万，然后则为绿色，确定它就会自动变成绿色了。这点是要请各位知道的。那因为这跟刚刚做法其实是一样的，我就跳过。我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图示。你有没有发现这是2015到2018年四年，可以发现销售额有逐年成长，逐年成长，这是一号同学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二三四四个不同工具可以去做向上探索或向下切入探索资料。什么叫向下探索？这个叫做多向下探索。请问年的下一阶是不是季？那季的一个销售表现是什么？请问一下，刚刚我们是不是讲到五件事，对不对？那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六件事。这家公司是超市，结果它有很明显的淡季旺季。这边这个季度一所指的是2015年季度一加2016年季度一加2017年季度一以及2018年季度一四年的加总。你有没有发现我按一个按键它就告诉我们这件事？这是不是可以去做淡旺季分析？所以发现季度一是不是最小？最小就是代表有淡季，而且淡季有两季，季度一跟季度二。然后接下来呢，旺季尤其是第四季。好，那可不可以再往下探索？可以。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超市在八月之前，对不对？是不是都蛮高的？都蛮低的。好，接下来请问九月是不是很高？你觉得哪一个月很奇怪？十月，你看嘛，前面高，后面也高，为什么就只有十月掉下去？你知道，看到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派专家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十月？你知道怎么算这个 case 的金额吗？就是它，也许是三成到五成，就是如果说它可以解决十月份下降这么多这个问题，那么你
就有资格来去，因为老板他也希望十月份达到这边呢。而且为什么他会跌到这么低，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重点就是你在描述的时候，刚刚有说到季节，是不是又可以说一点了？接下来在月份别的分析，十月非常的低，这也是可以说的，可以了解吗？这样就有好多件事可以说了。好，那我现在只希望你们去玩这件事，这个点一下再点一下，然后如果你要回到年，那你就点向上，再点一次向上，可以吗？就从月回到季，季再回到年，请你们现在动手做季节性分析以及月淡月望月分析。有季节性的差异，有淡月望月的差异，对公司老板来说，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我先把这张图放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它有季节性。那接下来呢，麻烦请在这个地方，点一下空白地方，然后请选常用底下的文字方块，当然插入里面也有文字方块，随便，反正就是你要开始去写知识了。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麻烦你写今天所看到的知识点十项，建议你写不要大家都看得到的。举例来说，我已经告诉你七项了，对不对？对吧？刚刚不是有同学介绍了五项吗？我刚刚又说它有季节性，例如说第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有淡季、旺季。第七，十月是一个很大问题的一个月。好，我把十月写清楚一点好了。十月特别的低。低无所谓，而且且九月与十一月很高。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点一下再点一下，是不是可以看到十月份特别的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答案的话，你应该做什么事？我们问一下六号同学，看他还记得吗？林成佑在哪里？这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上节课我没有讲过，记得吗？不记得。滑鼠右键分析，这边就不是说明增加了，了解吗？这个自动分析不要忘记，你没有时间做无所谓，反正系统都帮你做完了，然后你就可以去跟老板报告说在十月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可以吗？好，例如说他减少 34.89, 这绝对是老板直接一看就想要知道的，所以他想要知道到底
是谁减少最多。举例来说，他这边他就会从这个 还增加，影印机还增加，可是减少最多的是椅子 chairs 减少最多。再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什么城市，然后纽约这个城市减少最多，然后那个这边也是纽约。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方便快速我们来去做这个十月份的说明，可以了解哦，这都是很重要，你们必须要学习到的事情。